好，弟兄姊妹，让我哋一齐同心聆听主嘅话语，先以祷告去仰望喺我哋主我哋嘅神嘅面前。慈悲嘅父神，多谢你俾到我哋能够再次翻到嚟喺你嘅说话嘅当中，同心嘅去研读，一同嘅喺上帝你嘅启示嘅里面重新寻索到上帝你对我哋嘅关怀备至，让我哋睇到你点样为着我哋嘅罪，为到我哋喺呢个罪嘅捆锁当中离开你呢份嘅流离失所嘅状态，你点样花尽心思，点样去拯救我哋？我哋再次祈求你，即系透过路德记，让你同样嘅再次睇到上帝你嘅心怀意念，让我哋学识点样去依靠你、顺从你、与你同走呢条嘅人生路，直至到我哋喺永恒嘅当中与你同活。主啊，求你让我哋去再次读你嘅说话，就让我哋好像与主你同处一样，好似在上帝你嘅膝前去好好嘅等候。求你嘅帮助，让圣灵嘅有道，让我哋能够明白，并且生命得到更新改变。我亲爱的父神，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再次能够打开你的说话，一同来到了解上帝你怎么样为我们担忧，为我们为请救的事情来到预备铺排，使我们能够明白到上帝你的心肠是怎么样，让我们这一颗流离在这个罪的世界当中的人群，再次蒙受主你的呼召，能够回到主你的身旁，让我们好像在你的事前来到一起，来到聆听主你说话，透过圣灵的引导，使我们明白上帝的心肠。我们再去把这段时间恭敬交响，让我们更晓得来到好好预备，在永恒的当中与你同活。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咁啊，到今年呢，咁我都即系入伍啦，系咪？咁入伍呢，通常呢做人做咗几十年呢，都可以咁讲有少少心得啦，尤其是我都做咗基督徒接近30年。喺呢条嘅路上面嘅过程当中呢，有好多唔同嘅体会。咁啊，特别都好想同大家喺了解上帝嘅说话嘅过程当中，能够真係可以有啲咁嘅分享嘅机会。其实呢，觉得人生呢喺整个路途上面就好似我哋搭住一条嘅公共汽车一样。每个人都喺唔同嘅点嘅上面去上车。喺途中呢，可能呢就有好多嘅人有上车有落车，同你结伴咗好一段嘅时间。有啲只能可能系同你有一个一面之缘。有啲人可能同你搭过几个车站，甚至有啲人可能甚至去到好接近你嘅终点站。但是最终能否真的与你去到终点，甚至回去屋企的里面呢？我相信这样的人只是寥寥可数，甚至只可以这么说，是你的几位的亲人。为什么我将人生比喻成这样的过程呢？其实看回自己在信主的这30年的里面呢，其实都见到很多不同的弟兄姊妹他们的离离往往的事情。回顾翻在最初头信主的时候个个都心里火热。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你信主最初头都心里很火热的。过了一段时间开始习以为常。跟住呢再过了一段时间好像可有可无。但到最后尾又有没有几多是能够重新那个生命可以得到体会到那个与主的关系是何等重要，同埋去享受与主同行呢？所以其实有好多时候我会觉得呢，做基督徒呢，如果你睇返自己嘅过去嘅一段时间，其实会有好多唔同嘅境况係几令我哋自己係扎心。特别你见到有啲嘅弟兄姊妹昔日可能同你同埋一起去侍奉，喺一个团契嘅里面彼此一起守望，但係嗰位嘅弟兄姊妹到如今已经是离开主，在跑他自己的人生路，同一个不信主的人都不无两样。在那个时候不知道你觉得是如何。我有一位很好的朋友跟我在信主初期呢，由最初信主的时候他对我的不了解，到后来大家交心
而后尾一起回到香港的时候仲经常来往去读圣经一起侍奉主，虽然大家在不同的教会，但后来他突然间离开教会，甚至我去找他的时候他都不想再跟你联络。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呢？这个是值得我们很值得去反思的问题。今天的教会我们经常都讲教会是一个属灵的家，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一同行在这个属灵的家的里面，一起回到上帝这个的永恒的家的里面呢？这个是我今天很希望和大家藉着路德记这段圣经去一起的去思想，去尝试看下究竟为什么很多的信徒称为基督徒添，好火热，曾经在教会委身侍奉，甚至有些做埋传道人，但是因什么缘故而他们最后尾离开主呢？其实我自己的经验告诉我知的就是，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或者很多时候我见到的因素，就是他们对自己有很多的私人的考量。所以今天的题目呢叫做当一个人没了神的时候呢，他所想的事都是一种思量私人的考量，结局造成一个什么结局呢？就是只不过一份的徒然。我希望呢即是能够大家再次去看看这段圣经的时候呢，去尝试理解一下上帝又怎样看我们，而我们自己肢体之间又怎样去看我们，而如果我是其中一份子，我又应该怎样去看，尤其是上帝他的心情。我相信呢在路德记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当我们去看的时候，上帝对于一班人，如果他们只是晓得为自己去考量的时候，上帝对这种的境况有什么回应。不如这样，我们刚才啊 Karen 和我们读过一次，不如我们再打开这段圣经再读多一次。今天我们会看的经文呢主要是从第三节至第六节，不过无妨再读埋头那几节啦，是不是？那让我们一起去看一下从路德记第一章第一至到第六节的经文，同我们和合本的分段有点不同的，因为原文圣经的分段是去到第六节，所以我们去熟悉一下这段经文里面发生了什么事先，好吧？好，我让我一起找到之后呢，用广东话也好，普通话也好，如果你喜欢用英文的都好，同我们一起去读，我呢就会是同大家一起读，用和合本去读出。好了，找到之后我们一起读了，好吧？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的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亚地去寄居，这人名叫以利米勒，他的妻名叫拿俄米，他两个儿子一个名叫马伦，一个叫基连，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他们到了摩亚地就住在那里。后来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剩下妇人和他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娶了摩亚女子为妻，一个名叫俄尔巴，一个名叫路德，在那里住了约有十年。马伦和基连二人也死了，剩下拿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他就与两个儿妇起身，要从摩亚地归回，因为他在摩亚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在这段经文的里面，我们知道这一家人他们的名字叫做以利米勒。我们先前的一堂讲道也都讲过，写这段圣经的时候其实作者已经过了这段圣经的历史了。当时写这段圣经所写的时代是士师记的时代，或者士师管治以色列的年代。我们上一堂已经讲过，当时的人基本上是很集中于他们自己的看法，或者他们自己认为什么认为是对的事。就算上帝用很多不同的士师去提醒他们，他们都不以为是有什么问题。
结果大家都各行自己喜欢的事。咁我哋喺《史诗记》嘅最后尾嘅一节，我哋已经睇过第最后尾嘅一章第25节，讲以色列中没有王，各人任意而行。呢、这个说话其实系讲到当时嘅人咧，佢哋中意乜嘢系啱嘅就去做。意思即系话，上帝嘅标准已经唔重要，最重要系我哋自己个人中意咩嘅事，我就去做。嗱呢种咧，所以呢一种嘅思维咧，其实对于喺今日我哋做基督徒，我哋要好小心。特别咧，今个年代啊，我哋好喜欢讲话啊，要民主。嗱，弟兄姊妹，我唔知道你哋对民主嘅睇法系点样样，但系我喺圣经嘅里边睇见，如果当人离开咗上帝嘅时候，民主系一个集体嘅犯罪嘅行为。嗱，呢个当然唔系话代表我所有民主嘅国家都系错。不过当从呢段圣经嘅启示嘅角度嚟计咧，我哋睇见，当每一个人只系凭自己喜好嘅事去行，就出现问题。路德记嘅写作嘅作者，佢明白到。当人活在这些状态的时候是很危险的。在这个时候不单止影响到你自身的问题，而且更影响到上帝整盘的拯救计划。在这段圣经的当中，我们甚至讲到这个作者其实可能已经是到了这个叫做王国时期，才再看回路德记，看回转头当时的发展的历史。所以他明白到咧，会去要面临去到流离喺唔同嘅地方嗰种嘅境况，甚至有一啲嘅圣经研究仲反映出路德记嘅写作嘅时间可以去到秘掳嘅时期，甚至秘掳过后嘅时期。所以特别我哋上次上一堂亦都讲过，喺第一节嘅当中，好强调呢个所谓寄居呢个主呢、这个意思。寄居的意思就是说我已经不再在自己的地方。最强烈的思维影响当时圣经的写作的作者呢，就是秘掳的时候。已经不再在原本以色列人所处的他们自己国家，或者我们简单来说是巴勒斯坦地的地方。这段圣经一开始的讲给我们知道，有一家人，这家人叫做以利米勒，他的名字我们也讲过了，他是称之为以上帝为王的意思。一个经常以自己为名为以上帝为王的人，但是却是在这个时候因为饥荒，他离开了上帝的应许地，去到一个上帝不是交给他们的地方，这个叫做摩押。并且我们在上次也讲到的，就是摩押原本是当以色列人去预备进入到应许地的过程当中，去威吓甚至希望去救助以色列民的一个群体。但讽刺的事是，摩押和希伯来人其实本身同属一个的家属。如果我们看回在创世纪的历史里面，其实他们本身其实是很有渊源的，是可以说得是亲戚朋友。但是经过了很多的年日之后，他们为着个人的看法、个人的利益而去不断的守住。摩押人其实最初为什么要去对于以色列人要有一个咒助的行为，最主要原因就是以色列人原本想经过的，他们都说不好了，影响到我们。这种是一种自私的心态，为自己而考量。而这段圣经所记载的犹太人这个家庭出自于犹大伯利恒以弗他的人，叫以利米勒，全家亦都是为着一个自私的看法。我见到而家国中有饥荒，所以我咪走咯，见边度啱我咪去咯。好啦，上帝喺咁嘅情况之下，唔系唔俾你揀。呢个正正系一个我哋上帝行事嘅特色。我哋上帝唔会系话因为明知你做错一啲事，睇到你做错一啲事，佢就话完全唔俾你去做。我哋个上帝系一个好愿意俾你去经历，虽然喺你未做之前，上帝讲清讲楚话俾你知道你将会面对一个咩情况，但系上帝已经祝福咗以色列民呢个一片流奶与蜜之地，为何你哋要离开一个流奶与蜜之地，即系见到一个短时间嘅一个饥荒嘅境况，你就抛弃你嘅同胞离开为自己去寻求呢？嗱，呢个系好多时候今天即或很多人叫做基督徒都有咁嘅现象。
见到有事嘅时候，人哋帮你就好似应份咁嘅，教会要帮你就应份。但系当你见到其他人有需要嘅时候咧，或者甚至见到有啲，咦，见到未必对我自己有利，自身利益可能有亏损嘅时候，走都走唔切。嗱，讲一个例子俾大家知道。嗱，我哋教会咧曾经喺好多年前咧，曾经咧就试过咧，就搞一个买一个建筑物做办公室。为咗搞呢个办公室嘅时候咧，咁于是乎众弟兄姐妹咧就开始就话啊筹款啊筹款啊，希望弟兄姐妹咧可以一齐嘅去买一个办公室吓，俾教会咁多年教会都系租人嘅地方啊。于是乎有好多弟兄姐妹啊，你又好啊，你又做呢件事嚟捐献好啊咁样，咁教会就举行咗一个投票。在投票的时候呢，教会结局投票投了出来的那个同意率是 98.3%。即全教会当时教会大约有70多人，未过90，所以那时教会曾经有个题目叫做突破90。在这个这样的过程中投票 98.3%是非常之同心的一个睇法嚟嘅，即系换句话嚟讲咧，即系得 1.7% 嘅人，可能都唔够一个两个嘅人系投，即系或者冇投票，或者系投反对票啦。好啦，当通过咗之后，教会就开始商议，然后去预备去进行一个合约，然后同一个地产经纪一起去讨论啊，同对方另一间教会去讨论嘅时候咧，讨价还价嘅过程当中咧。我就见到好多嘢啦，其中一样嘢，对方个教会为着5000元嚟同我哋不断讨价还价，咁我哋其实咧5000元唔系一件咩大事嚟嘅，但系最大嘅问题系对方后来写咗一封信俾我哋，佢话如果系弟兄姊妹嘅，就请你就俾5000元完成呢个咁嘅交易。其实呢封咁嘅信咧，当大家去睇见嘅时候咧，就会心里觉得，咦？点解你要为咗5000元嚟同我去话去讨论咧？点解何不你话哦？咁我拣5000元俾你咧？咁对方个教会点解要卖个教会嘅办公室俾我哋咧？因为佢预备起一个新堂啊，那个新堂系比佢哋教会嘅 size 比我哋教会大成几十零倍嘅教会嚟嘅。我相信他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一个礼拜日的主日，如果只要有10个人不出街吃中午饭，其实那5000元已经回来了。但是问题的就是他写一封这样的信，其实用英文讲这种叫做 blackmail， 是一种恐吓或者一种叫做施压的手段。用什么方法？爱。弟兄姐妹，如果从这件事的里面我看见，咦，原来大家只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去考量呢，不值得。我那时跟我们的主任牧师去谈的时候，我都跟主任牧师说5000元就算了，给了他了。他说原本我们都是这样想的，但是问题的不是5000元的问题，而是原来对方是利用一个关系去得到一些利益。好了，最后尾我们教会愿意给了5000元，因为有一个不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听到我们教会这样的情况，他说不要紧，我奉献5000元给教会完成个买卖啦，交易啦。当完成了之后呢，签晒约，跟住就在我们教会接二连三就收到很多自己教会的弟兄姊妹提出的离开教会转会去到其他地方，不过不讲给你听他哪里。突然之间教会由70-80人总一声跌到得返30多人。那些人当然一递完信那天就不出现添啦。当时为什么我这么深刻呢？因为当时我在教会做緊实习的时候，我们主任牧师要全部叫我逐封信读给大家听，在崇拜那里找我来做这个工作。所以我很深刻的这件事。弟兄姐妹，为什么那些人离开呢？我不敢讲，我不想猜测。不过当时其实教会呢所有的金钱呢，其实已经足够给了70%了。一个办公室不是很多钱，教会已经有70%的储备可以足够买这个地方。结局为什么剩下那30%左右，弟兄姐妹都要马上离开呢？
教会从来冇要逼过弟兄姊妹要去奉献，冇要做任何要话啊，我哋弟兄姊妹一定要几时几月要完成晒所有呢啲钱财要进入去教会。但系原来其中一个我睇到嘅现象就系、是、有啲人就话何必呢，买个办公室又唔系真系买个教堂，又唔可以结婚，买个教会最紧要。对于一啲年青嘅弟兄姊妹嚟计，就系可以将来去行婚礼，唔可以嘅。咁我何必要咁样投用佢嘅讲法投资落去咧？嗱，我哋睇路德记，正正就喺呢个咁嘅现象，好多人去选择乜嘢嘢啊？选择一啲为自己有利益嘅现况而去跟住自己嘅心而走。所以在这段圣经的最初头第三至到第五节的里面，今天我们只是主要看第三至到第六节这段圣经，在第三至到第五节这段经文的当中，我们就发现到这个家人，他叫做以利米勒，他们决定了离开他们的同胞同伴，甚至离开上帝的应许地。我们上文已经讲过了，其实呢家人系属于犹大伯利恒嘅以法他族。从圣经嘅历史里面话俾佢知道，未来嘅犹大国或者以色列国嘅君王大卫，亦都系同乡人嚟嘅，系出自呢个家庭嘅。点解呢一家人系愿意离开呢班嘅同胞？而自己离开去到摩押一个完全不熟悉的地方的里面呢，而这个选择上帝是不是见到其实是一个不适合的选择呢？那还有一样东西我们要明白的，上帝造成一些的天灾，其实是让人更深思地去看看自己那个的属灵境况。今天其实呢，大家弟兄姊妹你明不明白上帝造成好多天灾，而家呢个世界好多天灾。你话地震有天灾，烧树林系天灾，而家瘟疫，我都冇办法，武汉肺炎我都，因为2019-NCOV 吓，即系好难读嘅，即系呢个咁嘅肺炎病。上帝点解要容许呢啲嘢发生？好多基督徒以为上帝容许呢啲事发生，就是惩罚人，但是上帝容许这些事情发生，其实是提醒你和我 Who is in charge， 谁在这里做滚话事人，在这个世界不到你和我的很多事情，你说不是啊，我可以储多些钱，我可以做多份工，没错，那些是上帝给我们在那个特定的空间里面容许我们可以作出那个抉择。但是上帝当造成一些天灾的时候呢，其实要反映出或者要我们深思看看人自己本身有些什么地方，特别可能是我们自己在上帝的面前有些什么是做得不足够的，还有哪一样东西是上帝话紧事，人不是万能，上帝是万能，今天的人认为自己决定的东西就是最好的。你不信的你可以问一下那些刚刚得准备结婚嗰啲弟兄姊妹啊，或者嗰啲新人啊，唔好话信徒，佢认为自己揀个新郎或者揀嗰个新娘啊，应该系全世界最好、最漂亮、最 handsome、最有型。你讲俾佢听，仲有一个更好嘅喺佢身边，佢就完全睇唔见。上帝其实系用一啲嘅事情，喺上帝先能够做到嘅情况之下，去提醒人。当上帝将饥荒降临到喺巴勒斯坦地嘅时候，以利米勒呢一家佢作出嘅选择，唔系喺同个地方嘅里面睇到自己嘅属灵嘅问题啊。当时嘅属灵问题系咩？我哋已经讲过喺士师时代嘅问题，士师时代嘅问题，各人看自己以为对嘅嘢、喜欢嘅嘢就去做。今日嘅信徒系咪都系咁样样咧？上帝系咪睇唔到我哋有时做啲选择系错咧？上帝知噶。但为什么上帝不阻止啊？因为上帝希望你能够在这个过程中改变。我们看看第三节，当去到这家人去到这个摩押地之后，
住在那里，从原本的寄居变成一种长住的状态。住在这里之后怎样？第三节讲，后来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就死了，剩下妇人和他两个儿子。啊，都好啊，仲有个老婆，仲有两个仔，系咪？点不知我哋睇埋，两个仔去到嗰度点啊？娶了摩押嘅女子为妻。嗱，摩押同以色列其实即系巴勒斯坦地流啦，与物资地嘅一河相隔嘅啫。但系佢决定宁愿喺嗰度娶妻。嗱，上帝系咪话我唔准我哋去娶外族人呢？在这段圣经没有一个答案给我知道。OK? 后来我们知道，咦，反而可能藉着这个外邦女子可能做了一些更加你出人意表的事情。但问题就是，这年当这两个仔在那里选择了自己认为最好的时候呢，他们两个怎样样？从圣经第四节讲，这两个儿子娶了摩押女子为妻，一个叫做俄尔巴，一个叫做路德，之后在那里住了十年，住之后连他们两个都死埋在当地，剩下全家的女士拿俄米和两个媳妇。圣经的作者还有一些这样的写作的提点，告诉他们知道他们的状态是怎样。我们看看第五节最后尾，第五节最后尾说，剩下拿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弟兄姊妹，来到这里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是不是娶外邦女子是错呢？是不是要去到外邦，移民到外邦是一件坏事呢？我相信上帝在整件事的过程当中，不是希望我们作一个叫道德审判，究竟啊他是对还是错，而是藉着这些事情的记录，提醒翻后来读路德记嘅以色列民，你自己做紧嘅决定，其实有冇谂过上帝系咩计划呢？你有冇背逆咗上帝嘅设计而去做一啲你只系认为啱嘅事情呢？但喺呢度圣经特别用咗呢个所谓遗留呢个字眼，如果大家仔细去睇下咧，即系喺呢度剩下。拿俄米一人，这个字眼是一个很重要的字眼。因为为什么这个字眼不是只在这里出现，在第三节的里面都出现过。第三节那里说什么？后来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死了，剩下妇人和他两个儿子。剩下这个字眼在这段圣经里面是反映出一种在属灵生命上面的一种冲击来的。上帝不是不容许我们有我们自决的方的取向，但是上帝同时告诉你和我知道，你自决之后那个结果，而这个结果是要在你身心灵的里面提供一个反思的动力给你，去尝试看看自己做了这个决定是因为什么缘故呢？尤其是对上帝有多少的尊重。所以其实这段圣经很多人成日讨论到，如果道德上这样说，就啊，究竟应不应该做呢？可不可以去移民呢？可不可以去娶外邦女子呢？娶了外邦女子是不是就带了一些不好 的文化入来呢？这段圣经不是讲这些东西，也都不是说哦，人生要怎样做一个决定。不是啊，上帝透过这段圣经是不断提醒你和我，我们有多少东西真的去体会坚持在上帝的决定里面，还是我们对上帝可以不抽不睬不理会，只要我看为正的事我就去做呢？而上帝在做你做的时候的容许就仍然提醒你。但是从这段圣经，单单从剩下或者原文所讲遗下遗留这个意思，你可以见到其实个状况是每况愈下。最初死了丈夫，跟着怎么样？剩下仲有两个仔同自己，但而家点样娶埋新抱啦？啊，应该几好啦，系咪啊？人丁又开始多翻啦，结局再死埋两个仔。作者冇提呢两个儿媳妇都没有丈夫，有冇留意啊？作者喺呢度故意只系提剩下拿俄米没有丈夫。如果做戏咧，
即係如果將呢段經文當戲劇咁去反映一次出嚟俾我哋睇嘅話咧，頭一至第五節成幅圖畫，或甚至第六節啦，成幅圖畫主角根本就係拿俄米。呢、这个主角由头到尾领过整个嘅第一幕戏，但系佢嘅遭遇就系每况月下。广东人有一句说话叫做千拣万拣，最后只系拣得一个烂灯盏。其实作者系咪想讲呢个题目咧？系咪人生嘅抉择嘅问题咧？还是系我哋有冇反思我哋属灵嘅光景系如何呢？第二样嘢，同样从呢段圣经嘅里边，又带咗一个反高潮出嚟俾我哋睇嘅。啊，牧师边度有呢个咩反高潮啊？嗱，个反高潮就系喺佢两个儿子娶了两个外邦嘅摩押女子为妻。嗱，呢两个女子喺逢亲圣经里边系故意要将佢哋名字记下落嚟，一定有佢本身嘅意义啊，或者特殊嘅特点是要我们留意的。一个叫俄尔巴，一个叫做路德。我们上一堂也都讲过了，俄尔巴这个名字原本就是讲调转头看见你的后尾枕，就是背离开了，你只是看到个人的背影 后面的头。OK？ 而这个的路德呢反映出是什么呢？就是原来他跟这个俄尔巴不同啊，他仍然是这样紧贴着这个家庭。但这两个家庭呢，这个家庭呢有这两位媳妇，可以说都是整卷书的一个伏线。这条伏线是告诉他知道什么呢？上帝要做一些事情，你以色列民你自己不愿意做的，我就容让由一个外邦的人来去承接。但上帝不是说、哦、当我们去做一些决定的时候，结局原来未必是上帝的心意，上帝就拦住你不准你做。或者可以在这里讲、啊、有些人会问，不如上帝一开始拦了以利米勒一家移民不去到这个摩押地方。不是、啊、其实这段圣经有另一个重要特点，我们上一堂也讲过，就是要进入到一个异样的状态。英文叫 otherness， 或者我哋用今日嘅广东话讲，一个非属于自己嘅空间，非属于自己嘅时间。以利米勒进入到一个非自己嘅民族嘅里面，摩押，结局点样样？结果死在那里。但是当这个摩押女，这两个摩押的女子，她由她自己所属的摩押这个的 民族在自己本身的属地的里面进入了一个非自己民族的家庭的当中，对于她们来说是一个很相反的行径。而这个相反行径是预备她们去承接上帝的工作。怎样去决定他们那个承接的工作能否完成呢？所以作者就用了他们自己本身的名字去提醒我们，原来上帝给我们看到这两个人，纵使他同样好像经历着拿俄米一样丧夫之痛，同样进入一个原本心灵里面不是自己习惯的状态，他怎样去持续的去行面前的路。弟兄姊妹，这种连番进入异我的境界的冲击，其实是让我们去重新去看回我们自己很多的私人的想法，究竟这些私人的想法在上帝的当中是不是得到上帝的喜悦。对于一些如果完全不想上帝的人来计，不信主的人来计，这些哪是私心呢？最多只不过可以讲得唔好彩啫，嫁着个老公系咁样样啫。如果对于有啲人好似拿俄米一样冇上帝嘅人嚟计，哎呀呢啲都系不幸啫，自己唔小心揀错咗个老公，个老公又做错咗啲决定啫，唔好彩啫。但系如果对于有上帝嘅人，对上帝有心思有明白，甚至希望跟从上帝的人来计呢，
呢啲正正就系上帝摆我哋喺当中嘅见证嘅场面。其实后来我哋知道呢两个媳妇有唔同嘅决定，但呢、这个佢哋两个决定唔系代表边个好啲，边个唔好啲。最重要嘅就系佢哋喺呢个决定嘅里边，佢哋睇到究竟佢系咪属于上帝嘅人，佢最后尾嘅决定系咪能够反映到上帝嗰个设计。摆佢喺嗰个唔同嘅环境，譬如佢哋摆喺一个希伯来人嘅家庭嘅当中，佢哋能唔能够真系发挥出相信上帝嘅应有嘅希伯来人嘅生命嘅力量呢？呢、这个亦都系路德记喺呢段圣经留低嘅伏线。从呢段圣经嘅当中，我哋去睇见，我哋唔系去将千拣万拣，只拣到个烂灯盏呢句说话去理合理化地去批评。或者是解释拿俄米或者这两个的媳妇的关系，或者去解释以利米勒和他两个儿子他们的死亡的不幸，并非是为这一样的缘故而 去看，而是让我们看上帝点仍然在人的决定里面，纵然是错，上帝仍然推展着他的拯救工作。今天看回在这个这样的恶贯满盈的世界的当中，我相信呢，今天我们最难抵受的，我最初以为来到加拿大会好一点，其实全世界的乌鸦都是黑的、这个世界是令人谷气的，是令人愤慨的，无论从政治的人物的行径、思想、行为讲话，以至于今天我们见到的世界的众人的回应反应，我要睇见好多嘅嘢都令人好愤慨。你睇下而家香港，唔单止我同我爸爸妈妈差不多日日都打电话问候住，即系惊佢中招啊嘛。原本嗰只邮轮咧，而家停喺香港嗰只邮轮咧，五千人嗰只咧，原本我阿爸阿妈有份喺上边嘅，卒之我妹死劝烂劝叫佢唔好上船啊，佢冇上啦。吓，好彩啊，系咪好彩啊？咁佢哋未信主嘛，咪好彩囉，你可以咁讲。但如果唔信主嘅人嚟，对于信主嘅人嚟讲，上帝有啲咩意思摆喺度里面？个个而家为咗争口罩，为咗争厕纸。弟兄姊妹，呢个系咩世界？喺加拿大嚟计，我哋都好谷气㗎。又我哋个人哋派专机去中国撤侨，我哋又派。我哋派到佢架飛機得半人飛返嚟㗎咋，登記咗。我哋呢、这個我哋呢、这個國家嘅人究竟係點㗎？要就要求多多，履行嘅要做嘅，甚至送到你面前嘅有幾多個接受。呢、这個世界令人係憤慨呀。但係喺咁嘅世界嘅狀態之下，我哋究竟作為基督徒屬神嘅子民應該點樣去諗嘢呢？上帝容許到呢啲嘢發生，好似啲雪球咁样一路咁样越滚越大，越滚越大，越滚越大。啲罪恶而家嚟到我屋企嗰个摊啦，我成个摊得六万人，六万人都话要开大麻店嘅，仲要开最大嗰间喺 Aurora。即系你真系谂唔到呢个国家系容许堕落到咁嘅地步喎，弟兄姊妹。我哋点解要面对咁嘅世界呢？你知唔知啊？喺2020年1月24日，世界有一个叫做末世时钟，你有冇听过 ？Doomsday Clock。你知唔知将个钟突然要较快？我哋而家剩翻几多分钟啊？我哋而家剩翻1/3分鐘就玩完嘅呢个世界，系从来呢个世界未试过呢个所谓末世时钟拨得咁近末世嘅状态。上帝点解容许咁啫？佢解释人性系一个问题，连末世时钟自己解释啊，绝大部分嘅问题唔系天灾啊，而系人祸嚟噶。弟兄姊妹，上帝用天灾其实只系一个警示，提醒你同我，当我哋有信神嘅生命嘅人，喺会喺咁嘅状态之下，你同我应该点样回应啊？换句话嚟讲，当上帝摆咗你喺而家唔同嘅地方嘅里边，而家最多人最惊去 Markham 噶啦，
係嘛？因為有班飛機啊嘛，感染嗰個商務艙裏面有兩夫婦感染咗嘛，令總共26個人，佢兩個仲有24個，全部都住喺 Markham。Richmond Hill 啊 ，Richmond Hill 隔離啦嚇。咁弟兄姊妹，咁我哋作為基督徒，因為我住 Stouffville， 我住 Aurora， 所以唔使驚。唔係，上帝唔係話好彩我唔喺嗰度，好彩我唔喺嗰度。上帝係想話俾你同我知，喺咁嘅世代嘅裏面啊，你作緊啲咩決定？係只係為自己好處而去考量，還是你仍然睇見上帝擺你喺嗰度，點樣作上帝見證？呢個世界唔係一個同我哋好夾嘅世界嚟嘅。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的信徒，你应该在这个世界这个时间你觉得很不舒服的。如果你说这个世界真的很舒服的，使到我，那你就要想一下，你是不是做一些决定离开上帝，好像以利米勒一样，好像他两个仔一样，好像拿俄米一样，离开就是最好呢？这段圣经不单止只是讲到这里，而这个是一个循环来的。士师的时代是什么东西？如果大家熟悉《士师记》的时候，你都会明白。如果不熟悉，可以听回我不知几多年前讲《士师记》，我都不记得了。那十几个循环，以色列民怎么从上他们的犯罪、上帝的规劝、士师的进行 的挽回，但是他们仍然堕落，结局上帝拯救，然后再让他们可以得到安舒，但是循环又再循环十多次。为什么《士师记》要存在？就是告诉你和我知，罪在这个世界靠你和我的力量是搞它不掂的。今早我还见到仲惊人，讲在不知道哪里放条录影片，解释有个人拍着一个阿叔全家人在个 lift 那里，证实了他们一家人是患肺炎的。他们拎着张纸巾唔咳落张纸巾，然后跟住查落嗰个电梯嗰啲掣嘅上面等你揿啊！弟兄姊妹，呢个咩世界嚟噶？我哋活喺就系咁嘅世界里边，咁我活喺呢个世界咁点啊？走咯，系咪啊？所以500万人咪离开武汉咯，香港佢咪跳过嚟咯。我啱啱琴晚先同个朋友讲，佢有东莞飞过嚟咯，半夜三更，点解要咁啫？走？如果弟兄姊妹，是不是你就走啊？你如果上帝摆得你在那里的时候，你是怎样？我有个弟兄，他的女儿 在香港玛丽医院被选了去做这个这样的，我们叫做隔离病房 的医生。开了几日工之后发烧。我的弟兄怎样？他不是叫个女走，他个女都不走啊！个女话：我宁愿去自己隔离，希望快啲好翻，再翻入去做。相信上帝摆得你喺个地方。弟兄姊妹，好多人啊喺呢个时候选择私心嘅抉择，离开上帝摆你喺嘅祝福嘅地方嘅里边。你话唔系，有旱灾牧师，有旱灾我就唔走啊！弟兄姊妹，咁有好多人唔走得嘅，咁你应该上帝摆得你嗰度就系同佢哋同父一啱。所以圣经里边新约讲到同父一啱呢个主题啊，唔系讲婚姻嘅原本段经文，系讲到我点样彼此存在喺个不信嘅世界里边，与众弟兄姊妹一同守望去行前边嗰条路。因为我哋嘅指望唔系只系呢几廿年啊，我哋指望喺永恒当中。呢段圣经。第一样要提醒我哋嘅，就是我哋今日作为神嘅子民，有神生命嘅一群，究竟我哋能唔能够看清楚呢个世界嘅实际情况，而去作出一个合神心意嘅决定，还是我哋随波逐流，人走我走咯，系咪？人唔抢厕纸，我抢厕纸咯。而家我抢紧米啊，香港吓，我屋企人都打电话嚟同我讲啊。我哋楼下街口又有嚟咗一批米啊！听朝朝头早8点可以开卖噶啦。我话咁你应该，如果你想买，而家要排队噶啦。今晚听朝排队排唔到噶啦。
佢話我哋都唔食飯嘅，我哋而家都咁就使買米啦，係咪？啊，頂尖，我哋做基督徒嘅係咪人去咁做，我咁做咧？啲唔信主嘅人咁去，我又咁去咧？或者我哋做得合宜，上帝要我哋點做咧？我哋先至去選擇。啊，第二樣嘢。在这段圣经里面，我刚才讲过上帝有一条伏线摆在里面。这条伏线是怎样呢？就在第六节的当中。告诉我们看到原来上帝静静地加入了一些更新的元素在这个家庭里面，甚至整个以色列民的民族的当中。我们看到读多一次第六节好吗？第六节这样讲，他说他就与两个儿妇起身要从摩亚地归回，因为他在摩亚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这段圣经第六节仍然反映着拿俄米他整个人的属灵生命是怎样的。我们看下去，他很漂亮的，他说准备和他的儿妇起身从摩亚地归回到去摩亚地听耶和华，因为他们听见在摩亚地那里听见耶和华在他自己的祖家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给他们，那他们跟着就起行离开。当人到了一个容忍极点的时候会怎样呢？通常呢可以有两种表现的。不信主的人呢就继续为自己去进行角色私下的考量，看看这个形势有些什么是对自己有利的，如果有些什么如果对自己没有利的话呢，就赶快离开。这些是不信主的人的态度。信主的人呢，他的想法就很不同的，即使上帝降下灾荒或者饥荒，我不知道跟着会发生几耐也好，但是我只需要做一件事，留意着上帝跟着下去一连串的行为或者计划行动是怎样，而我去加以配合。人可只有有这两种的反应，好视乎于你是信主好还是不信主好。弟兄姊妹，我们再留心看看第六节。在第六节里面当然很明显是讲到拿俄米，但如果你们有机会 去看看其英文圣经也好，或者甚至你们可以看 Blue Letter Bible 查第六节的时候，你发现到在第六节的里面，虽然摩合本讲他与两个儿妇起身然后从摩亚地归回，但是我们留意到原来在第六节里面所写所有的动词都是单数的动词来的。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告诉我们知道，原来在这里由开始要离开摩亚地听到消息的人由头到尾只有一个人，这个人就叫做拿俄米。拿俄米由头到尾由他自己去收消息，他在哪里收息？从别人把口讲到来摩亚地的时候他听到这个消息嘛。于是乎他一个人决定起行归回，这两个儿妇就跟着咯。这段圣经其实给我们看见，其实拿俄米究竟这个女士究竟是不是真的这么，即我们讲得衰一点，是不是真的这么照住这两个的媳妇？我应该打个问号的。在这个时候拿俄米是不是真的这么锡这两个媳妇呢？我们跟着下去下个礼拜会看的了。下个礼拜你们会看见，哇，哎，他讲得很漂亮，这里也很漂亮，这里讲什么东西？他因为在摩亚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民，漂不漂亮啊，弟兄姊妹？他做事啊，准备回归回去他自己的乡下，都是因为什么？他听见耶和华的好处啊。熟不熟这些口吻？好熟啊，弟兄姊妹。今天很多教会的人都是这样讲嘢嘅。
我听到上帝叫我咁样做，我睇到上帝叫我咁样做。我好记得嘅，我喺读神学嘅整个过程当中，要经过一个咁嘅经历。我喺香港呢，即係其实我读神学开始唔系喺加拿大，我开始读神学喺香港。我最初系喺香港浸信会神学院开始读嘅。咁我又开始，因为以前读神学院呢一定要有希列文嘅背景，然后先至会收或者唔收我哋去读神学嘅。而家冇啦，而家神学贬值化冇㗎啦，系咪，即係阿Joe都唔需要啦，系咪，唔使读个希列文或者希伯来文先至收唔收你。我以前唔系噶，你冇希列文神学院唔收噶。于是我喺香港最初喺香港浸信会神学院读希列文，啱啱嗰时翻去教我嗰位牧者叫做孙宝玲博士，一个啱啱毕业嘅新嘅新约学者，好有学识，佢嘅希列文好好，上堂嘅时候。唔單止講希列文，仲用希列文不斷啟示啲一啲嘅學生去明白點樣解經。咁當然有幾多個明，咁你另一回事啦嚇。因為香港讀神學其實都即係頗為兒戲嘅，有時嚇，即係因為好多唔同類別嘅神學院啦嚇。後來咧，我讀完希列文啦，咁我希列文其實都唔錯，我攞 A+ 嘅兩科都，咁我畢咗即係攞咗，跟住我就準備就呢邊就收我咧。但係後屘就我個女就。即係師母同我結咗婚之後就有咗 BB， 咁啊同阿即係等個 BB 出埋世，我哋先至過嚟嘅時候咧，嗰段時間我就走去報另一間神學院，咁咧我哋預計會留喺香港一年嗰陣時，咁於是乎我唔想嘥咗呢一年，咁原本咧我就到報讀咗一間神學院，叫中國神學研究院，咁當時咧中國神學研究院睇到我成績，幾好喎，咁啊～在收生的过程就会有一个面试，咁佢就叫咗我去。咁去到嘅时候，见我面试嗰个人呢，咁其实就讲大家可能未必知佢真系边个，咁佢名叫余达森牧师，咁系当时嘅副院长，亦都系中国神学研究院嘅教务长嗰阵时。佢就见我嘅时候呢，咁佢就同我倾咗好多嘢，讲侍奉啊、奉献啊等等嘅问题，点解会献身去做传道人啊？点蒙上帝嘅呼召啊？等见完晒成个钟头，佢话我非常好想收你，不过我只系想问你一个问题。佢话喺见你嘅时候，你讲过一句说话，你话你只系会喺我哋神学院读一年，然后会翻翻去加拿大，继续喺加拿大嘅神学院完成你嘅学业。佢话你如果我而家讲俾你知，你读唔晒三年，因为佢当时嘅神学课程系三年，你唔完成晒喺我哋学院读呢三年，我哋唔会收你。你话俾我听，俾个答案我。如果你话读三年，我即刻收你。你即刻讲，我点答佢咧？我话余教授，我好多谢你，我都好坦白同你讲。我一定唔会读完呢三年喺呢度，因为我始终睇见上帝带我喺加拿大去完成我嘅神学。呢个时间系一个缓冲期，我只可以话俾你听，喺呢刻我只系读到一年。佢话既然系咁啊，我而家亦都即刻俾个答复你，我唔会收你。咁我哋就离开啦。我都多谢佢。后来呢余教授在我加拿大的神学院毕业的时候，最后尾一个学期，最后尾一科，他从香港过来这边教书。那个科呢，其实呢就是神学院送给我读的。我那间神学院就很贵的。样样你坐入去都要收你钱的。旁听都要收你钱。那他说送一科给我，我就没所谓啦，900多元，那我就去读一下。就是这位教授的来。跟住佢同我讲，佢话：啊，你都好熟面口喎、啊。我话系啊，喺香港我见过你，你唔记得我啦咁样。佢话系啊，系咩？咁我讲翻件事俾佢听。佢啊，我记得啦，我约略有印象你系边一个。嗱，弟兄姊妹喺呢个过程当中，佢话啊，咁你卒之喺呢度读完真系好啊，咁感谢主咁样。
从呢段圣经嘅里面，我哋去睇到好多人呢，佢为咗自己喺做事嘅时候可以得到多啲人认同，佢甚至利用上帝嘅名字话我系有啲咩启示，所以我咁样决定。嗱，我咪呢度一样噶。嗱，弟兄姊妹，我用头先嗰个例子想讲俾大家知道一件事。如果上帝将佢嘅心意、将佢嘅决定已经话咗俾你知，喺个行嘅过程当中，如果有啲乜嘢系要需要调节嘅话咧，你唔好喺人嘅面前去利用上帝嘅名字去遮掩。掩盖欺骗住啲人，我自己都嗰次同翻呢个余教授讲，我话其实当日你咁样问我，其实可以讲上帝叫我先喺你呢度读一年，然后再嚟加拿大读完佢噶。你睇你会点答我啊？佢话你还记得当日我点同你讲啊？佢话如果系上帝俾你嘅感动嘅话，你不如直接讲俾我知。所以我直接讲清楚俾你知，上帝冇叫我喺呢度读完，所以我只系读一年。佢话我唔记得几详细当时嘅原因，我点解咁样讲咗呢番说话。不过你喺上帝嘅面前，唔可以滥用上帝嘅名字去作上帝嘅工作。你哋睇下呢度，嗱，我咪系一个咩人啊？佢自己想返返去个家乡啊，死咗老公啊，死咗仔啦，对于佢嚟计，义父根本就唔系自己人啊。我哋后来会再睇见，嗱，我咪对于佢个媳妇，甚至嗰个最后尾跟佢走嗰个路德，佢会点样对佢？出咗好多屎桥㗎，我哋今日讲害佢㗎，其实根本。但系点样啊？佢想返去耶路撒冷，唔系返返去伯利恒。翻翻去佢自己家乡嘅里边，想揾翻佢自己原本嗰个所属嘅地方，希望嗰度得到好处。于是乎点啊？用上帝嘅名字，我听到有人讲俾我知，耶和华神喺嗰度祝福佢自己嘅民啊。简单啲嚟讲，你见好就去，见唔好你就走。呢、这个就系拿俄米。今日有几多基督徒系咁样样啊？弟兄姊妹。呢段圣经讲得好清楚俾你同我知嘅，唔好滥用上帝嘅名字啊！喺出埃及记啊二十章第七节喺十诫嘅当中，上帝有一个好清楚嘅明定啊喺里边啊，不可妄称耶和华嘅名啊！耶和华嘅名唔系俾你随便拎嚟冇噶，即系广东话好讲啊！唔系随便咩嚟用嘅，上帝，我同啲弟兄姊妹，我得到上帝嘅咩启示，所以我要咁样做。唔系咁，今日几多机构、几多教会，成日都话上帝话俾我知，我哋要点样做，所以你要俾钱我哋，所以要捐钱俾我哋，冇钱就喺喊喊晒，就话大家弟兄姊妹唔同心，弟兄姊妹。以马内兰浸信会当年投票 98% 要买个办公室啫，点解啲人要走啊？当时嗰班投票嘅人个个都话上帝感召我哋祈愿土嚟投票嘅。今日太多假嘅基督徒，呢啲基督徒系咩基督徒？我两个字可以总括嘅，教徒。嚟到个教有利益嘅佢就去，嚟到个教冇利益佢就转过第二间教会。呢啲仲系基督徒嚟嘅咩？仲有？今日好多嘅信徒系依赖一啲二手嘅见证。今日个基督徒好鍾意听埋啲古灵精怪见证喎，冇手冇脚嗰啲呢就佢讲见证呢好过啲有手有脚讲见证喎。盲嗰啲哑嗰啲呢嚟有见证好过嗰啲呢五官齐全嘅讲见证俾你听喎。点解呀？特别啦嘛。人鍾意听埋啲光怪陆离嘅见证。上帝嘅说话系唔好讲啦，好麻烦嘅，又要查考背景，又要讲佢边作者点解咁写，好麻烦嘅。咧路德就记里边嘅拿俄米就系咁啦，听到佢就想做噶啦。上帝嘅说话 ，Who cares？ 佢根本唔理会，佢想走，
两个姨父跟住走咯。但系我哋有冇谂过啊，弟兄姊妹？对于两个姨父唔系一件容易嘅事嚟嘅，佢要跟你走，佢要冒好大嘅险。佢原本而家都仲喺摩亚地，喺自己嘅文化嘅地区嘅里面生活紧。佢要愿意陪你一齐走，唔系一件容易嘅事。你有冇谂过咧？但好可惜，今日嘅教会就好喜欢就系替做呢一类咁嘅教徒。今日好多嘅教会充斥着呢啲用基督名义下嘅人喺度做好多私人想做嘅事。以呢种嘅情况更加成为今日嘅教会圈里面嘅主流。好多人以为自己已经得咗救，可能自己已经系一个好好嘅基督徒，甚至喺教会里面我又做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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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有啲做埋传道人、牧师添。我认识唔少啊，呢二十几年我喺华人教会嘅里面，特别喺多伦多见到嘅，同埋香港嘅教会嘅牧者，太多今日私心满布嘅人。佢表面好装得好神圣嘅，包装到样样都话耶和华点，耶稣点，点样样点样，背圣经俾我熟啊！佢讲到唔使讲讲章噶，经文全背啊，成本诗篇识背晒出嚟添。咁点样样？人见到咪觉得哇好啊！呢个牧者好似如神一样啊，讲嘢朗朗上口，句句都系上帝真言啊！但弟兄姊妹，好多呢啲人其实只不过系喺救恩门外嘅窃听者。他站在上帝与你之间的救恩的门外，你听他说，以为自己已经入了去救恩门之内与上帝一伙，其实你仍然在救恩门外啊。所以当我们去读新约圣经的时候，读到希伯来书，大家知不知道希伯来书写给什么人看？是写给希伯来人看的。希伯来人是什么人？他是认识上帝道理的人。那使乜同啲认识上帝道理的人去讲圣经啊？ Because 因为一个原因，因为呢班人以为自己已经在上帝的里面，但他们却在救恩的门外在度徘徊啊。所以有一句咁嘅说话，在希伯来书第六章四至第五节，如果大家一起有圣经，我都要打开。我好少好少咁样讲嘅，不过即係希望大家可以真係去亲眼睇下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四至第五节。搵到之后我哋一起读啦。两节非常之熟悉嘅经文。好，第六章希伯来书第六章 Hebrews chapter 6 verse 4 and 5。希伯来书是六章的六章第四到第五节。好，我搵到之后一起读，找到之后我们一起读，好不好？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于圣灵有份，并尝过上帝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权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地羞辱他。我读到这个位置，听不听到啊？好多信徒读到呢段圣经第四至第五节就话，牧师嗱呢段圣经就印证咗信咗主嘅人呢都会离开主道嘅。对唔住，呢段圣经唔系讲已经信咗主嘅人可以离开主道，人可以决定得唔得噶，唔系啊。呢段圣经系讲有好多人以为自己喺救恩嘅门内，因为佢哋希伯来人，生来是希伯来人，就活在圣经嘅道理里面，熟读圣经嘅知识，但系呢啲人明白过、听过、享受过上帝的恩典之后，他仍然都是站在救恩之外。这种人的行为是什么？这里圣经讲第六节，他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这种的状况我认为叫做误信，他误以为自己信了。所以我有一句金句，对于我自己在牧养上面成日提醒，我宁愿信徒唔一个人啊，佢唔信主啊，都好过唔信主啊。唔信主系大镬过唔信主啊，唔信主将来都仲有机会可以再弄清楚去信。但如果佢唔信呢，
但系而佢唔系真系信咧，你好难扭转佢。我见过太多信徒同我去倾好多嘢嘅时候，你一同我讲嘢，我已经知道你系一个真信徒假信徒。但系当你讲个真理俾佢听嘅时候，佢就成日就话唔系，唔系，我认为唔系，我认为唔系。啊，边个牧师讲话系？边个牧师讲唔嘅先正啱？你系边个？你系黄少权牧师 ？Who knows who you are？ 我唔紧要噶，你唔需要识我系边个，我净系想你知道圣经讲乜嘢嘢嘅。如果我讲嘅喺圣经而出，你就去听，你就蒙福咯。如果你讲我讲嘅嘢唔喺圣经里面嘅，你可以唔使听嘅。但睇节目，今天太多就系呢啲咁嘅信徒，太多咁嘅状态嘅信徒，或者简单啲嚟讲，教徒，英文叫做 nominal Christian， 佢哋点样做啊？佢喺呢度只不过以为自己得救，但系却系在救恩门外，唔好以为上帝唔知你谂乜嘢，上帝今日唔喐手，唔好以为上帝当冇事发生啊！你下下都讲上帝俾你乜嘢启示，弟兄姊妹唔好咁样做啊！如果咁样做，上帝要真系喐手嘅时候，佢只需要做一样嘢嘅啫，你继续喺唔信嘅里边，误会咁继续以为自己信咗主。但其实你根本唔信住，已经足够使你喺死喺地狱嘅当中。当一个人冇神喺佢生命当中嘅时候，每一样嘢佢都只系为自己去考量。谂下有点样做法先至可以去得着最大嘅益处？呢种嘅想法，如果发生喺教会里面嘅时候，就更加可怕。就等同于好似拿俄米以利米勒呢一家人，喺应许地上边，明明上帝嘅祝福，佢要离开上帝嘅。弟兄姊妹，结果系点咧？上帝唔系唔俾你决定，唔系唔俾你做，做咗之后，原来结果系一律都系徒然嘅事情，甚至你丧掉你嘅生命。以利米勒、马伦同埋基连都死在摩押地上面。你话系咪上帝惩罚佢哋？呢段圣经唔系讲惩罚与否，而系希望你喺上帝天灾之下更加贴近上帝。一个信徒。是不会为自己的利益而所谋的，即是说上帝给你的一切其实都是为着让透过你去与人分享。上帝交托的一切是给我们去管理，即是说儿女都一样，儿女上帝是给父母作为委托，委托我们去管理他们，到成熟的时候他们自己走自己路。所以弟兄姊妹，我哋要做嘅嘢系只得一样，明白上帝嘅心。当上帝做一啲嘢，未必系我哋喜欢嘅，未必系我哋觉得舒服嘅，或者摆咗我一个完全出乎意料嘅环境。但上帝仍然摆喺一啲出乎意料嘅环境里面，要让你活出上帝嘅生命，让人睇见我哋嘅生命。就回归于上帝这个考量，我们就变成指向上帝那个方向，那个路标，让人知道往哪个方向去寻找上帝。路德记就是这样的开头，这个开头更精彩，跟着下半我们会下个礼拜继续去看路德记，我们会从第七节开始看，而从第七节一直到第十九节，我们会经过三连串的一个来回讨论。这三连串的讨论极度精彩，希望大家有机会的可以回去先看看这段经文。因为同心祷告。慈悲的父神，多谢你让我们能够在今天去对路德记有一个更深入的一个体会和反思。感谢你，你的灵系在我们当中不断的作诱导，让我们去进入到经文的核心之处，
而不是只是在经文的表面轻轻地扫过。因为我们明白上帝你的心，明白怎样活出一个真正有神生命的人的当有的生命，求你与我们同在。因为我们没有你，根本不知道怎样去明白你，但我们感恩的是，即是我们是一个外邦人，非犹太人，非希伯来人，你同样希望我们能够回到你的当中，就让我们能够很匹配地有的生命带到去你的面前，能够蒙你的喜悦。倘若有任何地方是需要更新的，主要求你透过你的圣灵作光照，使我们知道怎样去回归。我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能够透过你的启示，让我们能够明白上帝你的作为是怎么样，也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在生命上面不断的更新。有很多事情是非我们能控制的事，是上帝你借着这些天灾人祸让我们明白我们生命到底有什么地方需要更新变化。求你的帮助，谢谢你给我们路德记里面的记载，让我们很顺利的来到明白当中的教训，明白你是怎么样的为主。更重要是让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当怎么样来到与你同走一条天路。倘若我们在一些错误的上面有私心放在其中的，求助你透过你的灵光照我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们。